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豆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。其实前几天已经买过几次了，但今天我妈说陆林市场她有个认识的人嘛，说今天的龙虾会特别便宜一点，我们就来看一看。哦，我现在已经到陆林市场了。在这边就是一次批很多斤的呢，我们今天估计要买个30斤。白天来这个批发市场人这么多。之前我们都是来这边买那个螃蟹和那个皮皮虾的呢，白天是关门的。然后这边是卖那个小龙虾的，还有一些像生蚝、贝壳之类的，这里门倒开着。对了，过几天不是要禁渔期了吗？4-5个月的禁渔期，我估计我们到时候要回一趟那个铜灶，去囤点那个海鲜。不过我们一定要先囤啊！啊？我们肯定要出发的呀，出发你不知道，藏在家里。家里人不用吃是吧？吃不了这么多的、啊、那还得买一点。十二块一斤。很肥的这个虾。好喜欢的壮了。给一下多少斤吗？35斤。哇，大吗？大。够了，嗯，挺壮了。它四五七，好吧。下面会不会有死的这些呢？没有死的，质量好的。是在带油。它那里大的那个12块钱一斤，小的只要7块钱一斤。那小的确实很小，感觉是4钱一只的那种。已经按个白果的些什么？昨天超市30多块钱。99.3斤啊，昨天超市。猪要多，就跟我超市买的30多一斤的，就跟那个12块钱一斤是一样大的。地上都是小龙虾，都还挺大的。13斤是吧？13斤。啊？13斤。13斤是吧？三个。你洗个穿还是怎么？洗个穿个，洗个穿个，洗个地方谁洗的？洗好久，感觉。回去水冲一下，这个基本上都是干净。各是多少钱？这是12块。12块。等你干嘛下情况那个？你这个已经足够便宜了，过了。再过两天要涨过来，你就要涨。那能把衣服了，现在。我们买的是30斤啊，因为有一些是给别人带的，别人要15斤嘛，我们这里给他称称好。拿，全部死掉的了，拿，全部揪出来了，下面放错了，下面。哎，这个也好死掉了，点了，结果揪出来可以揪的，不小心的。这几斤呢？十斤，再拿，拿15斤。拿15斤，15斤可以了，可以。到时候去得劲的送去，否则不是了，去得劲的送去。好了，剩下的就直接这样放着。哎。我妈自己拿去吃。都东来吃啊，那家都吃不完。哦，谢谢。哎，那安哥子你。好。好了，给我阿姨带的那个龙虾已经交给她了啊、哦。我们自己，然后我妈又拿了一点，我们自己大概剩了10斤，今天也够我们两个人吃得饱饱的。我们吃不完，可以做好的把它冻在冰箱里面，下次出来热一下，就跟网上买的那种龙冰冻龙虾一样的呀，就是成品的那种龙虾。是。嗯，那我们今天这十斤，我们5斤蒜蓉怎么样？这么多，3斤蒜蓉。3斤蒜蓉。3斤。那个火锅底料炒，然后2斤清蒸，1斤我用那个话梅花雕酒冰镇。这一箱4尺啊，这是，工程量很大。那我们先去超市买一点葱姜蒜什么的吧。今天好天气、啊，接下来就没这么好的天气了啊。啊，我还想明天去爬那个天打岩呢，宫泉湖那边的。刚刚买完龙虾，我们回家路上吃点肯德基，肚子实在太饿了，因为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吃。早上很搞笑的、哦，
昨天是跟我妈说好，就是今天一早去买龙虾，然后我妈7点钟就过来，早上7点，然后开始叫我们取消，叫到早上的10点钟才把我们叫起来，然后我妈一直在家里等着，等了3个小时。哇，10来斤龙虾，我真的是要吃到什么时候去？我压力好大。到没到完？有些不用刷的，有些你直接就把它头整个捏掉就行了。它下面是有孔的。如果是做蒜蓉的，你要洗干净一点。知道了。牙刷准备好，脸盆准备好，视频准备好，开始一个个刷。我看有些人用洗碗机洗的也挺干净的。那我们可以用洗碗机洗吗？我们这个没有那种果蔬清洗的那个功能，有那种功能的应该就可以。还算干净了，这个你看。有一些那个就是不干净的。嗯。洗干净一点。我今天还要打几个包，把该发走的能发走的，把它都发走。顺丰要的气泡膜，发之前稍微检查一下，虽然都开车的时候都装箱子里面，我也怕有磕碰。林明显，饼干在你那里吗？林明显。吃饭呀，他在。啊？饼干在吃饭。哦，他在吃。一个早上忘记给他弄饭了，太可怜了。早上起床了就直接出门去买小龙虾了，忘记给他搞饭了。我看人家很简单的，就是这边一捏把这个鳃全部都掰出来，我怎么掰不出啊？哎，油门。杀粉了，它是有几次死掉了，又死了。我在想会不会淹死的，你放在这里。那不会吧，龙虾本来就生活在河旁边。但是没有啊，它没有这样子。那我水放掉。你这能吃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死了当然不能吃啊。那万一当死了呢？那你吃，你就做个记号，你吃我不吃。我试一下。完，都死完了呀。我就说你水把他们淹死了，闷在那里没有氧气了。都死了。你这样都死了怎么吃啊？这下。完，死了。